环保也能够是改变世界的力量。国际狮子会举办了新旧总监的交接典礼，其中最特别的是餐点全都是蔬食，还有一场走秀都由会友们穿戴大爱感恩科技的产品来走台步，气氛相当欢乐，也把环保的观念推广出去。优雅走上伸展台，秀出衣服和产品。这场走秀可不是在时尚 party， 而是在狮子会的新旧总监交接典礼。 model 都是狮子会的成员，而身上穿戴的则是大爱感恩科技的产品。推动者就是新任总监方静静。今年全世界都是要环保爱地球，可是我们这个环保哈所做的衣服所做的各种材料都很多人都不知道，所以我们有4000多个师友，至少我们在这个4000多个师友里面，他们知道这个我们用这个宝特瓶环保做的衣服啊，可以让他们有这个新的理念。许多师友身上穿的套装或西装也都是大爱感恩科技定制，穿起来散发高雅气质。宝特瓶再制的东西也可以使用在日常生活里，那尤其他们也推广素食，那带动了他们师友们的一个环保理念，人人都来一起来，这个力量才会大，那世界也会更美好，地球也会更好。将环保素食爱地球的观念推广到企业团体，期待能像涟漪一样扩散出去。大新闻吕玉玲、邱品豪台北报道。